准备材料：玉拌粉1600克，热水80度正负5度 C 2000克，牛奶4000克。制作步骤：将热水倒入容器中，加入冰淇淋玉拌粉，用均质机快速搅拌一分钟。再倒入牛奶，快速搅拌一分钟。静置10到15分钟，测量粉浆温度降至室温45度 C 以下时，即可投入冰淇淋机制作。制作时间到时，挖取冰淇淋放入容器内，放置冷冻冰箱，冷冻约2到3小时即可食用。